我叫杨世云，我跟奶奶弟弟住在离学校3公里的地方。杨世云，有一天奶奶在家也上了架。那天我回家了半个小时，对我来说特别的慢。我想有一双翅膀，可以很快去任何地方，可以随时照顾奶奶。杨希云小朋友，叔叔送你一辆自行车，可以节省你回家的时间。其实每个心里装满爱的人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，好好读书，汲取知识的营养，去丰满你的羽翼，将来可以帮助更多的人。